林莎话要带我哋去 relax 下，唔通呢个 item 又系浸温泉？乜你咁鬼中意浸温泉噶？但系高雄好热喎，同女神浸温泉怕咩热啊？玩了一天，要好好的放松一下了，是不是很想睡觉？走来这里，其实系失望啊，冇得浸温泉。一入到嚟已经眼，这里啊，很像是我们之前去韩国一定会体验一个叫汗蒸木，就戴着那个羊角头巾，然后在里面，你们有体验过吗？有啊有啊，原来嚟就汗蒸木，即系流汗排毒嗰类啊嘛，排毒流汗。旁边这些其实都是来自喜马拉雅山的玫瑰岩块，然后它呢就是会散发出一些微量的元素，我们在里面就可以吸收这些能量，就会变得很舒服啦。才刚进来两分钟，你要躺40分钟，可以吗？40分钟，得唔得噶？你唔系好想放松下嘅咩？OK OK OK OK， 我哋等阵系要坐喺度啊，企喺度。趴喺度，哇！佢已经趴喺度，OK OK。哎，当然啦，你要选一个最舒服的姿势，躺下来就对了。哇，要趴到安全姿势。我可以教你，如果你是背啊、肩膀比较酸，你就这样子躺着吧。哎，为什么你都不动了？没有，因为咧，如果我拧咗过嚟咧，我好奇怪。我知道啦，我转过去。我这样子。你转那边啊？哎，真的。哎，你又好奇怪。唔系几好。啊。会唔会带埋另一半？哎。没有过，我第一次跟你们两个来哦，女神的第一次俾我哋，没有好惊哦。你会跟另外一半来这边吗？会啊，因为咧香港有啲按摩嘅，两个都会有啲两人嘅 package， 即系可以情侣一起去都 OK。估唔到康师傅你咁有情趣喎，系你哋对我嘅想象空间咧被局限咗啦。我覺得康師傅一定好中意帶佢女朋友過嚟，因為攤喺度就可以唔講嘢咁樣瞓覺。啊，而佢係唔中意講嘢嘅。哇！我 feel 到有人啲汗滴咗喺我只腳度。怎麼樣啊？剛流過汗的感覺。好舒服啊！我想講咧，本身入去之前咧有啲梗啦，嗰個膊頭，跟住啱啱特登整下個膊頭之後咧，我出到嚟真係有啲鬆咗，雖然唔係鬆好多，但係我 feel 到明顯啊，個人精神咗少少。真的好快速都出汗。1、2、3，哦哦，好搞笑喎！你兩個，你真係打嘅，喂，好好打啊！蒸完出来流了汗，就是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就想要吃东西。差不多啊，对，一直有那种很舒压的感觉。你们觉得吃东西会很放松舒压吗？心情会变好吗？以前会啊，因为我现在不会。而家可能年纪大咗，食唔到好多嘢啊。我反而觉得系食甜品咯。我觉得系舒压嘅食甜。超中意食甜品。我跟你们说，吃东西真的是蛮舒压的，但是如果是可以吃到饱的话，是不是超级舒压？哦，得放纵一次食饱就一定好爽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咁样讲，我哋下一个点系咪放题啊？林莎话每次翻大寮，除咗陪屋企人之外咧，其实都系去饮饮食食嘅啫。但系如果有外地朋友嚟嘅话，林莎就一定会带佢哋去一间大寮最贴地嘅餐厅。这里呀、是位于大寮的一间烧烤店，而且刚刚说带你们来吃到饱，这里 CP 值很高，一个人呢只要400多块台币，
就可以吃到饱。哇，咁抵，即系港币110蚊一个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中意大寮，我要搬你呢度。欢迎欢迎，我嚿几水就收买到你啦。哇！而且啊，它这里有很多的食材，但它都没有调味腌制过，因为我们呢，就是可以用后面的调味区。你可以加各式不同的酱料啊，然后把它调味好之后再放下去烤。哇，咁呢度系真点自助喎，连调味都自己调埋。对。我知道康师傅中意食好叻噶。哎呦，真的吗？系啊。所以交俾佢调味啊，实冇死啦。交给他就没错了，是吗？我们等吃就好了。又俾你抢先一步，可以偷懒啊你。我系俾机会你 show off 咋。哎呦，哎呦。加油咯，交给你咯。加油！笑一笑，笑一下。加油！大家都知道我本身中意食蚝，所以今次一场嚟到咧，一定要试下呢个老细推荐嘅石头蚝。佢睇起上嚟咧，真系成嚿石头咁。佢呢个壳嚟噶，我寄俾大只啲嘅先。嗱，既然呢度咧咁多海鮮選擇咧，梗係要揀翻幾個整個海鮮湯啦。咁其實海鮮湯基本上唔需要話好多調味料嘅，我哋直接攞個海鮮嘅鮮味就 OK。嚟到呢度咧，係啊，一定咧要有個海鮮湯嘅。因為佢呢度咧有好多海鮮嘅種類啊！哇！佢加埋佢本身有呢個火鍋嘅上方喺度，所以哇！哦！你還拿了什麼？剛剛我咧仲攞咗呢個牛小排啦，同埋呢個金菇。因為佢本身佢每張台咧都有石子同牛油，咁我覺得可以整埋呢個。哦！你呢個港式 BBQ 喎？係啊，因為燒烤。唔使淨係食肉啊嘛！哦，嗱，咁你唔好再掘個坑俾我踩啦，梗係咁樣燒最快噶啦。知啦，我哋港式 BBQ 咧都係呢種特色，唔好咁敏感啦。開了，開咗真係食得啊！係康師傅嚟啦，慰勞下你啊，見你咁辛苦。OK。哇！佢本身都係好鮮甜喎，呢個我唔使點任何嘅醬料都可以食到佢本身嘅鮮味，同埋佢唔會太有嗰種好重金屬嗰陣味。同埋咧，我平時食嗰啲蠔咧，食生蠔多，唔知道有冇分別啦。佢咧嘅海水味唔係話太重，但係有少少鹹香 keep 咗喺度，伴隨住個蠔嗰個鮮香味咧，幾甜嘅食落去其實。而且最開心的就是你想要吃多少就有多少可以吃。我们呢玩了两天了，你们这样子跟这么多女生出去玩，哇！林沙都识刮个坑俾我踩，差啲喷嘢饮出嚟啊我。你们觉得好的一个一起出去玩的旅伴，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条件吗？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旅伴吗？絕對係啊！即我覺得最緊要嘅係，唔係最緊要嘅，大家有一個好嘅溝通。因為以前咧試過同啲一大班朋友咧去旅行咧，即都會有一個負責 plan 行程啊。但係咧，硬係少不免咧，硬係會有一兩個可能唔太中意咧，即覺得啲嘢唔啱食啊，就開始收埋，跟住就有啲拗撬咁啊。即係我覺得，如果大家溝通好啲，呢個係好重要。我覺得一個。你是怎樣的？節目嘅福利。我是一個好的旅伴嗎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阿倫，你會唔會太容易被收買啊？等林沙都餵你食蝦，你就知㗎啦。我個心跳得好快啊！我覺得好嘅旅伴咧，最緊要係。中意笑噶啦，我覺得另外一樣好重要嘅嘢咧，貨咧就係一定要中意玩咯，即係無論靜美都 OK， 玩你 OK， 因為有啲人係淨係中意靜態嘅活動，我中意飲下咖啡啊，休息下就算，仲要你 keep 住咁開心啊！我覺得下一次要你們帶我去香港玩，一定會一定會，哇！都有，啊！福利福利福利，都好好食喎，還有，哇！你要試下個湯頭先。哇哇，飲咩先飲？蛤蜊湯，蠻好喝的。
呢個就係我唔想落太多調味料嘅原因。哎呦，終於知道你點解咩調味料啊、葱姜都唔落啦，佢一啲都唔腥，仲要好鮮甜。哇！如果你落咗位調味料，可能就冇突出佢嗰種鮮甜，同埋可能攪和咗煲湯。果然識煮嘢食。都講咗啦，使乜咁辛苦啫？根本就唔使調味嘅。我係特登講俾林沙聽噶，你唔好以為我唔知道你諗咩喎。谢谢你，我这一次来到高雄玩，让我就是有机会可以把我的家乡高雄，就是让更多人知道。希望下次你们可以常来高雄。嗯，会，一定会。对，而且我觉得除了高雄，台湾的其他的地方我应该也都很熟哦。意思系咪下次我哋嚟台湾，佢都会带我哋去玩？我会变咗台湾观光大使。系咯，我是不介意，如果可以的话。今天不只是要带你们来就是参观拜拜吗？嗯，其实啊，这边还是我以前念书的地方哦。温室也是。我其实之前是在图书馆的自修室念书，但是那时候是跟就是男朋友一起。哎，准备啊，准备啊，三、一、一。喂，